来听说，我有这机会，我想意大利的警察头，伊感觉伊无认真做袂使。伊的家庭，伊的家庭，甲普通的家庭无啥同款。我意思说，伊这个家庭无同款。这个家庭即卖为着要听说，但政府照顾袂到的，即个名义叫做 handicap， 即个人，我伫社会上唔免让政府负担遐尼济。我也没变成社会的一种的累赘，伊用这种爱心来经营这个，伊即马就人生里，人生里，有偌侪人会当去当大会做，所以伊这个家庭出身的人，这少年家，我今日在郑重甲各位拜托，我真久无转来，我转来伫遮看到咱的乡亲，我非常的感激，非常非常的欢喜，所以拜托各位，一定一定要支持少年家，好算是回馈。